好了好了好了，你为啥？你干嘛？你他妈自己也是有职责的，好不好？过来看戏了，我操！等会儿人家。还差一点角度，我们咋老是追不上他的感觉？快快快，可以打了，可以打了！我打完这一颗，好，我下来，我下来。大家开始加入一下。修好了，行行行行，好了。结束了吗？好了好。幽灵船撞不了我们，骷髅船撞不了。哇，他的大军来了来了！正前方出现了一个。前左边右边都有。先打左边，哎哎，来了来了。哇，打的他妈有点打不中啊！你需要帮忙的话就叫我啊，操！
你们打，我们修的人修得过来，反正把它打完了就没了。如果一直留着它的话，好。好，没问题，不用担心，不用担心。来，我来救火了，上。哎，好。泼你了！哎，我死了，看复活一下。那就捞下面的水吃，下面灭火。哇，我们撞到了，已经撞了。受得了，现在真的是。他妈的，怎么跟那个说的不一样啊？怎么这么多波呀？
他是船长的位置掌舵的。
过自己，先把自己说了，弄了。有食物箱子，有或者上面的箱子，你找一下。天哪！完全没有啦。你有多少血？你血快没了吗？我也没吃的。不要浪费木板在二楼的洞上，二楼再怎么多洞也无所谓。一楼的洞是什么？好了好了好了，火灭了是吧？火灭了是吧 ？Nice nice nice。还灭哪里啊？没有着的了呀。没事，蔓延了，蔓延到里面再灭嘛。我们现在开始打了，稍微有点精力就立马开始打。三艘，它不会再增加了吧？来吧来吧来吧，在我们旁边了。
time to end this.还有，nice，两，哎，三艘吗？我操，还真是三艘。好好好。我操！哎呀，是不是不要不一次打完，它就会一直出现？哎，为什么呀？哦，它是会传送，它是会传送。哇，来了来了来了！下面需要帮忙了，我来了。我复活，我复活 ，Tom， 你不用管。我复活，我复活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我操！哎，要撞了，往右。
好好，没事，不用骑，下面洞才骑过。着火是谁？有着火吗？没有。队长要吃的吗？哦哦，行。这里还有炮弹，这里还有好多炮弹呢、啊。这有燃烧弹，然后那个绿色的弹，绿色弹虽然对它没啥用，但打中也算打中吧。这里还有24个。对。不要浪费木板在二楼，不要浪费木板在二楼。我来修，我来修。啊啊！来来来，我给你，我给你。那。我操！哦，我来了。好，我捞水，我捞水。对对，修好了之后会可能会有改变嘛？没事没事，用我们现有的做到最好就行。You will regret this insult. 左转，左转，是现在是在左转的反。
没事没事，第二层真的无所谓的，我木板有限，木板用来第一层的那个，第一层只要没淹完，第二层不可能碰到。我操！哎他妈的！他传送了，我们方向不知道他传到哪。哎，可以可以，继续按这个方向走，右边车门。他是对，他在逃。哎呀，又传送了，妈的！对，那这样吧，等会儿开始打的时候 ，Tom 也来打吧，也拿着一点炮。我们争取把他一次性解掉。啊！来得及吗？我操！哎呦，这个骷髅岛又在打我们，他来了，在我们后面。哎，很快很快，这个就是顺风的，应该。I refuse to be defeated by you. 这个是追来追去的，我天！
own death sentence.打右吧，打右吗？我怕我们就转过去了，我。哦，转过去倒也行，就从右边打。来了来了。我来帮你修，严重吗？只有一个洞哈。上右，那我控翻吧，我控翻吧，好不好？你修我，我控翻。往哪边？右边吗？牛逼牛逼，可以，我操，爱了爱了。很有可能哎。我没有了耶。爱啦爱啦。哦，我们左边还有好多宝箱。我操。
啊？你们这样开会不开太远，不然开大了。嗯，没，别轻易动大船，我们现在大船又难转又干嘛的？在哎啊！哦，瑞亚在你的正后方吧，这个应该是我也看不太清，看。对对对，然后你再往你的右边一点，再往右边一点点，再往右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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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你看到了他们吗？你看到了？那他送给我们啥呀？我们把这些幽灵船打败了，就是这些东西吗？哦吼！哦，我操！我们没有灵魂社的棋子，我们没有灵魂社棋子的话，一个诅咒骷髅就是1000。有的话，他没说，他说反正不是很贵。我们那个是死神，不是灵魂社的棋子。死神是骷髅的人，然后幽灵是灵魂社。其实我们船可要不要转一下，然后这样鱼叉可以插到他们。哦，那我们转啥？升起来？哦哦哦。哎，不过这些我们拿到的箱子在哪儿卖啊？好问题。不是，是把蓝币换金币。可以没？还有哪个下一个？哦，对啊，我操！打懵喽，灭火小能手。
支离破碎。这个简直了，这个简直了，简直了。对，我也是没看到下一个了。我去，没了，都没了。不知道多少钱，如果很贵的话，那还是可以的。对对，那个一般就是一个两个在那。哦，看我们拿完了，就其他的地方。哎，等一下，那你们要坐之前那个船体？哦，不行哎，大哥，我们的船。啊！啊，那我去了，冲！最近的 Outpost， 哦，这是个宝箱。不知道哎，说实话，他可能换的地方钱不一样，或者说一个地方换金币，一个地方换蓝币。嗯。怎么了？什么？拿回来了呀，咋了？你在干嘛呀？你被杀了？你自杀干嘛？就那么几步路，我都准备好了鱼叉了，我都服了你。